现在晚上8:03以后，天一般会凉快一点，而且外面也会比较安静。我就会在这个时候学书法、看韩剧、做视频之类的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我会一直开着电扇，因为有时候晚上很热，没有风，很闷。不开风扇的话，是睡不着的。